随着《爸爸去哪儿3》的热播，邹市明的儿子轩轩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网友们关注。10月1日，《爸爸去哪儿》官方微博晒出一组胖轩和轩妈吃西瓜的特级写真，照片中轩轩手捧西瓜显吃货本色，轩妈更是颜值爆表，辣妈担当。小编仿佛感觉有一股仙气从屏幕里飘出来了。此组照片发布后，网友纷纷留言点赞。生了两个孩子还能保持这身材，高学历高颜值，我天，这组照片也太美了，轩妈完全是轩姐啊，轩轩好可爱啊。轩轩遗传了他妈的高智商和他爹的运动细胞。还有细心网友留言称，第8章轩轩吃西瓜用了好大的劲，看他右脚小拇指就知道了，原来吃货的最高境界是要用脚使劲吃才会香啊，哈哈。随着《爸爸去哪儿3》的热播，邹市明的儿子轩轩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网友们关注。10月1日，《爸爸去哪儿》官方微博晒出一组胖轩和轩妈吃西瓜的特级写真，照片中轩轩手捧西瓜显吃货本色，轩妈更是颜值爆表，辣妈担当。小编仿佛感觉有一股仙气从屏幕里飘出来了。此组照片发布后，网友纷纷留言点赞。生了两个孩子还能保持这身材，高学历高颜值，我天，这组照片也太美了，轩妈完全是轩姐啊，轩轩好可爱啊。轩轩遗传了他妈的高智商和他爹的运动细胞。还有细心网友留言称，第8章轩轩吃西瓜用了好大的劲，看他右脚小拇指就知道了，原来吃货的最高境界是要用脚使劲吃才会香啊，哈哈。